今天是沉迷 ARK 的第不知道几天，有啦，第七天啦。哎，等一下，才刚开了台，然后就想，然后让他被打死，就想要来去上个厕所。哎，那先去上个厕所。你关起来了，进去了吗？那你打晕吧，我先去做私聊。哇！啊，想查一下资料怎么了？啊，你这梁龙来干嘛的？你跑来推我是什么意思？我推。我推。不是，是搬东西用的。哦，我要搬。中间就麻雀借我，中间推我。我推。好热闹。你家旁边这里都剩一些好的东西。对啊，好整哦。他们里面的是不切都卡住了，那是地狱难度。杰龙，你别躺在那。OK。你们现在在哪里啊？这里是家龙。哦。长脚菇，你看一下，死了没啊？没有打死我，打晕了。是要打晕还是打死啊？打晕哦，哦，好好好，打晕打晕。没问题没问题。哦，倒了倒了倒了。我推。我推，我推的家，我推的梁龙，我推的梁龙。
许愿池一样。我是。你来了。你要出去晃晃了吗？晃晃可能半小时回不来。走啊，我们出去晃晃啊，或者我们一起去狩猎精英龙。半小时回不来，那要先收起来吗？都可以啊。也能找一只合适的龙飞出去，还是你们要开有平台的？不是啊 ，Allen 是有。所以哪一只可以给 Allen 骑？你推的梁龙，他很推啊。要推多久？人家还没完结啊，对不对？人家还没完结啊，对不对？漫画还没画完啊。好啦 ，Allen 就骑，Allen 就骑杀孤飞凶手好了。小英在哪里？
晚安。我们半小时回不来吧？那我把录音收起来了。嗯。欸，他还在推欸，你家会不会推坏啊？因为有人在喂他，不然他没伤害，然后没伤害。哇，连我站在那个屋顶上都被推了。阳光打不出伤害，所以他只会一直推。真是我推。晚安。哎，那边还有一只镰刀龙哎，我看它几等。我怎么看几等呢、啊？哦，南望远镜哦。Alan 没有望远镜啊，拍谁了？
他挡门了。哎呀，原来是挡门啦。啊？怎么了？我们老大看着我这一群，然后打了一个问号是不是？各位朋友，现在看到的画面是那个群起而攻之，哇！最后是由台湾小机车三号拔得头筹。哦，各位朋友，来，这个真的是，哇！又是一台小绵羊打爆了，哇！而且都不会流尸体耶。对面还有一只剑心象。来，这只，来，这只富杰龙，来。哎，不是，我跟你讲，他那个真的打赢，他那个真的打的一点刀哦。走啊，蝙蝠，我们去打镰刀啊！我确定欸。走。你说要把镰刀收掉吗？你要下课那种。对吧？那边有只镰刀啊，走。哎 ，Go！ 抓了，那边。啊，那边。走，跟着 Alan 走。没关系，哎，蝙蝠这样子超像是带幼稚园小朋友出发的，有没有？这么凶暴幼稚园小朋友啊？幼稚园小朋友都很凶的啊。你每个都给人家点攻击力是不是？我血量。哦，有道理。对啊，我总不能让他开快下课吧？有道理，说的是。而且比起我们去找镰刀，还不如让镰刀来找我。有道理。那你等 Alan 一下，你在那边等。OK。好啦， Alan 已经帮你打五枪了，应该可以了。好，你在哪里？啊，我刚渡河呗。好啦，回到河工地。不是，你渡河渡到哪里？你渡到哪边的河？我看到了，哦吼！啊好啊，你在那里，来喽，他来喽。我要先确定一下数量。我
好，那来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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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各位朋友，这个经典的画面 ，Allen 刚刚打了那个镰刀龙，打了五枪，面对上二十只的双级龙，到底谁会赢呢？哦，来了，来了，来了！各位，我们可以看到双级龙马上冲上去了，镰刀龙仿佛有点手无缚鸡之力啊！对，究竟谁会赢呢？我打我！哦哦哦！哇！你就进那个攻击这个目标，然后就跑出去了。幸好我们一二五死了，哇！哇！哇！幸好麦一二五炸裂了。哦，没差了，还是刚收的而已。哦，幸好麦一二五等级比较低。你要去帮？125等还行啊。哦，生命值只有300多，难怪，难怪那么快炸掉。你这样真的超像我长脚哎。哇！啊，各位朋友，各位朋友，你看，你看，呜呜呜呜呜呜呜！哇，好恐怖，好恐怖！哇，一只比一只还要高等，而且。他们这个打法的特色就是打完都不会留痕迹。啊，对啊，可以拿素材，多好啊！哎，你看我这个绿色的帽子。不错哦。我靠，好多只有。有够多只，最近的洞啊！不会。什么好可惜？对。蝙蝠要一起去吗？那你要记得，你先把这几只带回家吧。然后哦，放在这边是吗？有道理，有道理。不是你不带一只飞的吗？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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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你等一下，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哎，可以，等一下，你不要动啦。抓不到啊！是。哎，你抓到我，还是没抓到，好不？好吧，你还是看右键，抓，抓得到。没抓到哎，蝙蝠太狗丢了。好了，你回去吧。Allen 这边练枪。哎，干的，哭啊！
被带走。不是啊，我是说你可以，你要回家带只龙啦。哦，带只龙。你应该有会飞的吧？回来了，我们要走了。啊，要走啊？要就等你啊。我本来以为是往这边飞的，说，所以就在这边等你们。要走在哪里？搬到主场。你们要往哪边飞？OK， Alan 回来了。要出发了吗？以备不时之需。哎，你们身上枪子弹都够吗？我身上45个。你是什么枪？简易手枪。简易手枪。你45个。你45个绝对不够。
简易手枪是用。啊，我那天不是给你有一把制式手枪？啊，简易手枪伤害比较高。简易手枪是用简易子弹。哦。那我帮你带一些子弹。OK。有啊 ，Allen 有很多纤维。感觉家里可能要再烤点肉。厨房有吗？哦，原来你们都搬去厨房了。哇，又要天黑了，我们要等下一次天亮才可以出发了。下一次天亮，Thank you.
这群小绵羊为什么在这？因为小绵羊的主人说要先寄放在你那啊。帮你打怪。好哦，你可以使唤、你可以使唤这些小绵羊。啊，对啊，反正也不是全部的数量，也不是全部的数量。各位朋友，听到了吗？那就等天亮就出发咯。大脚菇，哇！不过那只新尾兽被你，我把它带回去。啊，你把它带回去啊、哦？哇，那小英就麻烦你跑这一趟吧。没啊，那只新尾兽都被 Alan 拿来当运输机啊。小英，你竟然在我面前大便！人家是不能大便。因为那个门很难开啊。他很难开。
这样比较好飞啊，那个门很难开、欸、又很难关。直接在你面前下蛋。姑到处捡蛋。你蛋一个啦，加蛋加五块哦。每次怎么都会卡到？看我，看我。好看，好看。啊，没有早上是吧？还没啊，我看你在干嘛。好的、啊。就站在这里，然后看着那边，不知道在看什么。好的、啊。哦，哎呦，这样好看。嗯。还看得到下面的那个蛋弟弟。嗯。就是要睡着了。应该探险完就差不多了，虽然姑肯定会继续，还有六点，姑就会继续孵蛋。嗯，我看等一下结束几点吧，不然明天我又不用工作了。是。还是我们要直接红眼扳机？要。谁要开门的？我要把那个300颗蛋蛋拿过来。哦。300颗蛋。那不是会用小门啊？小门不是比较好开吗？哎，是吗？要天亮了。去翘翘了。那出发了吗？好吗？走啊！他用他自己。不然 你就把不洁龙带进去，然后把东西丢出来，一起捡起来啊。哦，可以跑得进去。啊，应该骑得进去啊。哦，骑得进去。比较大的门啊。好多间啊。我在那个门比较大。OK。
接我才开的门。不是，对啊，你不是有鸟吗？是分跳啊。要天亮了。他卸完货应该差不多。我一个台。另外一台是。有三台。三台。外面还有一台五号。那边有单子。真的是蝙蝠物流哎。飞机乱丢。蝙蝠物流被吐槽了。好了，谁进来？到了都卸了。OK。我要去他家那样。那出发吧。OK, go. 好热，好热。迷路了。哦，那真的蛮近的。下面有蛙。
孤儿院。那个救行的亲戚好像。这边怎么会有地基？哦，哎，Alan 收集到 ，Alan 刚刚收集了100多个 X 异种植物种子。还好 Alan 有带镰刀。下面有泰坦巨蟒，没有，他是来的时候哦，在这里。原来这边这个床是在这里啊、哦？还是这个是刚盖的？刚盖的啦。刚盖的，哦哦哦。哦。哦，他换地图了。So cool！ 怎么了？怎么了？哎、欸，你们怎么还没？有点卡卡的。哦，因为他进来是换地图，所以他会有点卡。有吗？艾伦怎么都没有扣？他去外面拿毛衣呢。拿毛衣啊？没有啊。我带毛衣在那个毛衣身上。拿出去。还是在头上，他怎么办？喝那个啊。A 了都没有，分 A 了喝一罐。对啊，你又不会冷。啊，就 A 了一样。全裸。那个保利达啦，往那边。地上有那种发光香菇的吗？啊？好酷哦！
把可以把上面东西挖掉吗？等下那个挖掉吗？不知道。哇，卖过。咦，有马路，有马路，有蛇。没有，那是古马路。马路。对。哇，一百等，怎么一百等？好者，我们两个输掉了。帅，过你先过，过你先交这个，这个送这个。有没有枪？好重，两个躺着一盘。你有复活了吗？复活了，那个床。哎、欸，我看我画两个装场，两个直接走进来，还好、啊、我在前段你们进来了吗？进来了。哎、欸，我复活错了。你可以从家里的床直接的床。对啊。哎、欸，哦，可以床吗？可以床，可以床。欢迎上面。艾伦快到了。你们的东西蝙蝠在那个蝙蝠在这里。哦。艾伦在这里。哈哈。咬炮啊。对，那蝙蝠会小心，它会得病。你的那个，那个带丝的东西。哎、欸，啊我的呢？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哦，我的比较里面。哇，衣服坏光光。我衣服爆了，可是我的东西在外面。修的材料在外面。到阴影上。啊，这是蝙蝠吧。嗯，那复活的话是在哪个球？复活的话，你看那个七十坐标那个床。七十六十那个床。哦，那个不能用。那不能用吗？有两个吧，不是有两个吗？哦，有啊，插行可以。OK。啊，要是你的那个装没有拿，东西不见了。拿完了。你身上，你看你那个裤子跟那个帽子。啊，我只剩裤子跟帽子啊。好，拿可以拿吗？哎。哎、欸，这都你的，这都你的。哦。他这个后账，后账是你的。嗯。
那个福马路。把枪扁出来了。福马路竟然用枪支。注意一下自己鞋料，因为现在包装可能会有损失，有鞋子我就变粗。哎，还有枪打的声音。有。那还有石头声音。哎，枪就在旁边，可以稍微。哪里 ？A 的 A 的那边 ，A 的前面。哦，看到了，看到了。哦、oh, ，我们有一只塞狼了。那个是蝙蝠吗？没有吗 ？OK， 走。够没鬼啊！挖不到吧？水龙兽。好啊，伤客啊，伤客啊。
你们那边有兽皮或纤维吗？对，蝙蝠。先拿蝙蝠的药酒来喝一下 ，Allen 快没血了。可以。这个是可以养的吗？这可以养，可是几的？不知道。你用望远镜看到？我没有望远镜啊。实际看到。Allen 只有狙击镜。在我这里。就那个啊。扁他。哇，金属矿！哎、欸，那个太重，你不要。没有，没有啦。就回不去了。嗯。有的未拆除的。你就是那个拿肉钱的。在哪里啊？你们在哪里？哦，修一下，修一下，不然快冷死了。Allen 要纤维，分点纤维。哎，我有谁去会带其他这些东西？哎，啊，你们有兽皮吗？好诶、欸。我没想到会来这个东西。啊。因为另外两个。等下如果再死掉的话，就要回去拿药酒了。哦。我还有十罐。好喝。OK。
欸，那个建筑物里，这个建筑物里面会有东西，应该会有箱子。我看到过马路，等一下，我看到过马路。欸，有箱子。哇，猛犸象！咪咕，那个房间里面有那个猛犸象的图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他！They must spend much of their time traveling between the mountain's cold side and more lush base, and maybe their herds are the reason why the summits are so barren. Mammoth hypothesis is a difficult beast to domesticate, not because they are inherently stubborn, but because they are not able to tame their prey. 它那个水下面是亮亮的，哎。Once tamed, however, mammoths are one of the only creatures on the island that can uproot trees without shattering them.And their trunks are strong enough to lift and carry survivors and other smaller creatures. 这个水晶是可以挖的哎。Survivors have been saddling up their mammoths to ride in tandem. The more clever riders have even been outfitted with saddles with war drums. 在哪里？ Get drum solos from mammoth riders can really boost your tribe mate's spirits. 下面那个蓝色的是什么啊？Alan 只是在喝水 ，Alan 快渴死了。哎，所以水里面那个蓝色在转的是什么？哦，干，这一个洞穴宝箱放在这里。因为这个洞穴主要很多地方都在水下。哦。你可以从水路去找东西。耶，晒晒。我没有一只晒晒的。有人要下去拿箱子吗？蝙蝠下去了。我蛇鱼去，蛇鱼两只蝙蝠，两只。哦，哇，干！有拿到吗？拿得到吗？哇！等一下，会拿不上去，太重吗？太重。哇干！还是太重。不是，哇干！哇干！哎呦！哦，看有什么重要的就拿一拿，剩下就不用管了。反正我也是空手来的。我靠！而且床旁边已经不能复活了。加 CD 啊！哦。
记得帮 Alan 拿那两把枪，剩下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了。Alan 被淹死了，蝙蝠的东西太重了。他身上有潜水装了哦。有啦，我看到了一个。金属就掉了，金属，刚刚只是偷敲了一下。就枪跟子弹要拿哪？对啊，就枪跟子弹要拿而已。好啦，那 Alan 就先休了。不是啊， Alan 就进不去啊。结果，哇，结果 Alan 竟然，结果 Alan 竟然在404的家复活。所以你们有，所以有捡到枪吗？有，我捡到了。OK。好了，那 Alan 先关啦。Alan 面团的。Alan 面 Alan 的。对。Alan 没有了。其实也不是死，其实 Alan 也不是死，我应该不是死于食人鱼啊。啊 ，Alan 知道 Alan 能干嘛了。Alan 先帮你们做好神器底座。对。啊 ，Alan 竟然没有学神器底座。可以学啊，可以。建筑游比较慢，是可以偷吃布啊，但是还要偷吃布进去啊。OK。是你们钩爪打这个地方？钩爪打？对，没有钩爪打过来。从这里啊？对啊，应该可以射吧。OK， 从水里面过来的。Alan 帮你们做好了神器底座，等你们带神器回来。拉到你了，你也拉到我了，我拉到你了。
到水里面也算了，应该没有什么事吧？还没滚。然后你们上面，你上面不是有洞吗？你们朝那个洞射。可是我被你卡在下面。是吗？没有，你要解除，勾到我身上了。洞。这个。啊，从那个洞进去。哎、欸，咪咕记得要载记录档哦。载什么记录档？对呀、啊，可以有记录档啊。啊？就你直播的记录档啊。有啊，都存啊，现在都自己存。OK， 好啦，那有人先观察啦，大家晚安。